喂。解释啊。我给别人拿的。谁？小橘子。哦。给他拿多根吧。抽烟。谁呀？你好，我是你邻居。我下个月结婚，房子装修，我想给你借个锤子。谢谢。谁呀？你好，今天借个扳子。谁呀？没。你好，今天我结婚，娶个新郎。是心动啊，早。我他妈到现在结婚，我还娶个新娘，我找谁说理去？不借没有，滚！哎，小姐姐，能采访你一个问题吗？嗯，可以啊。啊，你今年多大了呀？22。哦，别人像你这个年龄段的时候都有男朋友了， What? 你还在这装娃娃呢？我打游戏时能有多敷衍？老公，你刚谈恋爱时不想等了。亲爱的，我来了，累了吧？上来背我。哎呀！闺蜜谈恋爱久了，想不想？不想。想不想？不想。想不想？不想。这把想不想？不想。想不想？想不想？叫姐姐。阿姨，我能不能叫姐姐？这个只剩最后一个了，你要不要吃？哦，我不要了，涵哥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你怎么真的自己就吃掉了？我问了你要不要呢，说不要。那女生的不要就是要，不好意思说嘛。那现在吃完了，就剩个袋子，你要不要吃啊？不要。哟，菲菲，哎，来了，买新车了，随便开着玩，什么新不新的，真不错，这车，行行走。伪装买猪，我花了80多万呢，知道吗？我就是什么呀，就空间大，这高啊，这空气就特别好，知不知道？嗯，啊，我上去带你转一圈去，走走走，嗯，哎呦我的妈，那你上去吧。你先上，没事，你后边上就行了啊。前面有一商场，挺近的，咱们没必要开车，走着过去吧。行行啊，嗯。哎，今天穿这么帅去约会吗？对啊。那今天训练加倍。啊，我刚训练结束哎。哦，我管你结不结束，加倍。这什么时候改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刚才。就刚才。Bad boy, don't good thing。咱们今天拍那个换装的那个啊，哪个灯都买好了，就最近挺火那个换装那个。哪个？你别管哪个了，你拿着啊，在适当的时机把它打开就行，好吗？啊，来准备，开始。啊！来给我配俩瓜子吃了，再撇一个了，刚刚起来吃呗，我弄接着来。你妈像他妈在弄你一样。不是你都28了，房有没啊？车有没啊？就你这样还有心思谈恋爱？是不是有人教你什么了？我看你平时挺老实一个人啊。我平时就和他吃吃饭、逛逛街就没了呀。就这么简单？这么简单就能谈到恋爱？肯定没告诉我是吧？真的？再就去看个电影。就看个电影就可以了。那你有什么电影推荐？你看，这手感怎么不太对呀？嗯？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对你莫名的心。哎呦我的妈！偷包就偷包，你还抢我肉，你怎么这样呀？先生，你那
菜上齐了。哎，好嘞，哎，那个等会儿美女，那个啥，咱俩初次相识啊，我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啊，我是少林寺铁砂掌第58代传人啊，就这样式的啤酒瓶子，我唰我就徒手我就给它起开了，能起十多个，你信不？不信。不信呐？不信不让我拿铁去？不信不让我拿铁去？嗯，你妈是不同意咱在一起咋办？为啥你俩吵架了？没有，你回答我。那我就换个妈。说啥呢？妈，汗都湿透了，换个衣服。没烦，你在里面。哎，我在换衣服，你出去，出去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我的8块腹肌都被看光了。没烦。哎，滚！妈妈在告诉你吗？再多给你看个。哎哎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女人好烦啊，老是过来看。我换个衣服而已。没烦。哎哎，你个闪光灯！哎哎哎！我的春天来了吗？小姐，我可以。对。行哥，我可以的。微信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只是想问一下你的口红色哈，还挺适合我女朋友肤色的。吃一勺你的西瓜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车太渣了，要不我带你回去吧。咱害羞的，快上来，我带你回家。我刚刚看见你扎我车胎了。送一百支玫瑰，也是从此地开花蕊。老公，就 OK。人间的青草地，需要浇水。人间的青草地，需要浇水。笑死我了，他妈的！哎呦！哎，哎，美女，这单车让给我可以吗？我有急事啊，美女。哎，美女，哎，你腿这么长，你走过去也很快啊。你别笑。给你。谢谢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看这个。哎哎哎，是我豆腐啊！这豆腐怎么了？你是个爷们儿，你得矜持一点。我谈过对象了没有？我矜持什么呀？那你也不能吃我豆腐呀！我就吃了怎么了？我就吃了咋的？怎么不行啊？镜头不行啊？行，吃大块的，别挑。大块的，别挑。吃大的。我不行了，我喊你，你矜持点，你矜持点。玩什么玩？一天天的没有，就20块钱，一分都没有啊！除非你给我跪下。咋想的呀？喝酒了吧？让我给你跪下。你腿咋抽筋了吗？鞋跟也太高了，今天。腿疼。啊。你向闺蜜表演才艺时，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我的臭大波，怎么在勾？我们来将会三个不分开，全部说真话。我是 king no， 敌人 no， 三分草满那 no。我给你聊一个2秒钟，学会自看自唱。那是我们年初一就计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强烈。
你点呢？我有电呢。来，今晚就是有一块肉来给你吃。那你呢？我去晒就好了。谢谢老爸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要这东西呀、啊？老爸，我信不信你买化肥的时候送的？花多少钱？你好，美女，咱家减发50。我是男的。你是女的。我是男的。你是女的。不是你瞎呀？我是男是女你看不出来。咱家男士减发100，女士减发50。啊，我是女的。开玩笑啦，男的女的都一样啦。调皮。都100。不减了。按住。炸。没看过。哦，小姑娘仙气儿飘飘嘛，陪哥吃个饭。哎，吃个饭又能咋地？你别过来啊！哎，我就过来了，又能咋地？你过来，我紧张。你紧张又能咋地？我紧张，我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乐儿，咱俩以后结婚了不买戒指了啊，咱俩这个手上纹个戒指，这样呢，谁要是先提分手，就把手指头剁了，才能证明咱俩爱的有多深，还是什么？戴纹个项链多好啊！纹个项链多好。粗鲁。今夜星光闪闪，我爱你的心满满，想你一晚又一晚，把爱你的心都填满了。笑，哎，啊，呀，他妈 ，bad boy， 哥，快看那是美女，嗯，没人呢。知道这吗？老哥去一般程度。呀，阿妈，不动明王。啊老师，他靠得好近哦！哎，同学们，这有什么的？哎，很一般嘛，是吧，同学们？啊，他好有活力的样子哦！小汉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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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来喽来喽，好男人哦，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不行，老三，惩罚还是一巴掌哦。阿妈，我是谁啊？一代宗师啊。Give me the 就这样吗？你是来拉屎的吧？行不行动嘛？他衣服好多、哦，他会变身哦！我操！王者成神！不要停！不要停！不要停！这条很厉害哟、哦！这条很厉害哟、哦！小脑袋瓜一定是热昏头了。